结肠的病理分期呢，我们现在一般还是应用的是 TAM 分期。TAM 分期就是说，我们的病理分期一般情况前面要加个 P，就是 PTAM。那么 T 的话，主要是指原发肿瘤，原发肿瘤根据它浸润的这个深度，我们一般情况下从 T1、T2、T3、T4 啊，一般分为四期。T1 期的话，一般情况就是侵犯黏膜和黏膜下层；T2 期的话就侵犯基层；T3 期的话就是侵犯了这个浆膜下层；T4 就是已经穿透了肠壁，侵犯了这个肠壁的浆膜，我们叫 T4 期。那么 N 的分期的话，我们一般把它又分成 N1 和 A2。A1 的话就是说它淋巴结的数目相对比较少，小于等于三个啊。那么 A2 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淋巴结的数目是大于等于四个，我们把它叫做 A2。当然的话，它其中还有一些细分。至于 M 的话，是一个区域外的淋巴结转移和或者我们叫远处转移，比如说肝转移、肺转移、腹腔里边一些其他地方的转移，或者还有这个肿瘤侵犯的